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，慢一点，开慢一点。要去哪边了？我会找朋友吃饭。你几年次的？九年次的。有驾照？有。左转进来，我对个证件来。左转进来，左转。那前面三角锥那边。你那么紧张干嘛？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没有紧张。抖成这样还没有？刚开而已。刚开。跟你确认是好。哦。看涉嫌毒品违法之条例案，哦，警方告知你确认违法之前后无据的类似事实陈述，第二个选任辩护人。如果你是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或原住民或其他依法律可以请求法律辅助，可以请求法律辅助。好，第三个你的调查的证据，这样分清楚。有，跟我回去做说明。坐驾驶座后面就好。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，慢一点，开慢一点。要去哪边了？